好，牙齿矫正这件事情好像是你带起来的流行，是不是啊？应该算吧，我带领很多风潮，我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是第一个。牙套日记真的那本书对你们有影响啊？有，你很有自信。我自己的妹妹就是因为买了那一本书回来之后，她。 下一个月立刻就去戴了那个矫正器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他本来他觉得戴矫正器其实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，可是他看你就是很有自信之后，然后他就觉得说牙套妹其实是很漂亮，然后他还戴彩色的，就很怕别人不知道。对对对，他就戴彩色的那种橡皮筋。所以我这次算是带领社会一个好的风气。那你当时染金发的时候也有带动大家染金发吗？ 也有，因为那时候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国中时期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偷偷在暑假染很金的头发，就是为了学小S。只要小S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带给大家风潮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我也带动我加入豪门的风潮啊。那个好像不是你吧？酗酒呢？也有，也是我。